超大虾母啊，它的头里面全是花，吃的超级过瘾。满头子冰虾，脆鱼肚，虾头
辣酱中号太下。生姜五下，鳗鱼拌饭，炸小蚕蛹啊，也叫金丝蛹，特别好吃，越嚼越香。
带虾。甜甜的，籽儿为什么绿的？好像按错时间了。夹馅大太香，我是不是中大奖了？像这500万一样，这个软皮的玫瑰龙虾全部都是软组织，这头也都是软的，蜕壳的，然后里面这么肥，满满全是黄，先给你们吃。嗯，这啥玩意儿？这啥玩意儿？太咸了，这个要煮粥蒸鸡蛋糕特别鲜美。那不知道这个腿里面这腿的肉都这样，全是软的。